要钱哥詹姓犯嫌哦，瞒过分的哦，他在骗完被害人的钱之后，甚至会要求被害人在去提款机领钱哦，把被害人的这个身上的现金哦都提领光哦，诈进行诈骗了。詹姓犯嫌已经多次使用相同的手法，在台北车站及周遭一带，本于诈欺的意图，以各种理由向落单的学生跟女子借钱，利用民众的同情心来进行诈骗。 进行诈骗后拒不还款，近年来詹嫌已经多次被警方逮捕，仍不知悔改哦，持续犯案。在昨天15日的下午13时25分许，
在台北车站 N6 出口下方的捷运联通道，发现詹贤正好在向一名被害人行骗要钱，专案小组当场逮捕，现场并查扣不法所得20000余元，手机、U 卡等证物。初步清查，詹贤涉起22起啊类似的案件，不法所得出估60000余元，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嫌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建请预防性羁押。